嗨，我是英，嗨，我是华，嗨，我是甜甜。今天呢，我们来到大金刚乐园，听起来很好玩，但它也是夹娃娃店。对，我们今天呢要使用的方式就是大富翁，一样用甩甩子前进，然后那个机台我们就是一人一次机会这样子。哇，这次的大富翁地图很大，真的超大。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从第一台好不好？第一台先夹，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很有趣耶。Super 大放送，那就是一人一次机会，来吧。可以先用这个我们刚刚兑换的1000元的这个免费券来。好棒哦！请他们使用，我们想要使用这个券，我们马上怎么获得？只要储值，没有啦，就是换钱，换钱换1000块就可以获得5张这个免费抓抓券。所以你可以带10000块，你有带多少钱来换就行。没错，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把它花完。对，好，谢谢。3次，有3次哎、欸，那就由我先哦。我还为大家试，哎、欸，他就这是大放送、哦，试试水温。大放送还没夹到，很绕口。10秒，开这么久、哦，不知道铁婆来抖什么。哦哦，好来，哎、欸，等一下再拿。哎、欸，啊，那我先甩。第一个呢，会走几步？5步。来，这边算一。我们有2次机会，对不对？哦，好难哦！来来来来来，甩菜！对，要下坡了，瞄准你了。他黏住啊，他被那个标签黏住。应该不会那么过分吧？啊！我们可以就是 pass。来哦，下一个，一步，这个好吃。那我就回来一点。他这个时间真的蛮长的，几乎都蛮长。好像是夹下面这个吧。我们失败。对怎么办？我们怎么好像有点弱？一步，可是应该过不了10秒。啊！怎么会在那里？这个，我们才有一次机会而已。对，要怀疑，有一次。等一下 ，Pola， 所以我们不能夹它，夹那个。好像没有，不会碰到它。还是就从后面，我夹后面。还是没有，就还是就在这边直接下来，它碰到就掉下来。不要再过来，你就会夹起来。它可能会突然旋转哦。你要夹到了，完蛋了！保夹了吗？保夹。那多少次保夹？不知道哎。还有一次机会哎。还有。等一下，你要让我夹哪一个？可以，这里啊，怎么碰到那个了？对啊，有吗？还有，为什么那么好？等一下，换谁？夹这个一样，这个转角那个，对，转角下面那一个，转角下面那个。二一，谁的？好，不错。啊，还是。为什么？一样这个吗？这里可以吗？3、2、1，好，给他自己动。他卡住了。哦！哎，还有吗？
为什么？哎、欸，他保夹是120。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刚刚也没叫他按、啊，为什么？为什么 ？bug 了，然后我们得了两包。好，彩彩。二，啊，下不去，不行。那就在这角角呢，这边。哎、欸，还不错。哎、不行。那你先把夹到那个角，你要一点点吗？好，夹太多一点。有被爱吃啊！洗吧，哦，来，四。哇哇完了完了哇水哇水晶杯这样妈妈、哦、不行、欸、不是它很轻哎、欸、它其实很轻哦、喔、插不下去我也觉得插不下去哎结果还是夹的哎好哎、欸、它是有出来一点点哎、欸、你要试试看吗你夹它下面那一个是不是夹脚夹这样这样像碰到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啊！哈哈哈哈哈！这个好轻哦，真超轻的。它食品就长这样，好可爱。刚好可以给小朋友。但是好像喝水好像很方便。对啊。好，下一个我来踩。六步。看看高级的饼干。不好意思，我应该用手校正。有了！有了！有了！你们夹后面那一盒。那怎么办？夹这个后面这个。这样。再乖一点。好。有了！有了！可以，这两个很会出来。银银，这次交给你，你最擅长的空爪，你最擅长的抓不到，就跟你平常，你就正常发挥就好了。你就正常发挥，你就正常发挥就好了。是不是就压他？是不是就压他？就是像这样子夹不到就行了。就是这样。结果我们都夹到同一个口味的耶。好，他扫掉，我现在扫掉。来吧，来，噔噔，三步，一步就完蛋。一步要 pass 吧。两步。为什么他们都会做两个洞？他有一个坏掉。啊，开正中间了。嗯。但我们。你最擅长的哪里？哎、欸，就是你看，你就从这边压就好。你最擅长的夹不到，夹不到，你就正常发挥就行了。我觉得夹两个，用那个压。啊啊啊！真的不好意思，你把它推回去了。好来，一步一步，这个很哇，这个超难的，这超级重的，每次都觉得超难。哦，好转。失败。三步一，好想夹这个哦。这个好吃的，这个真的好吃的。夹给夹脚脚。我，你现在是要上面那一个还是？夹这个脚脚。是吗？这个很好吃哎。你夹到一个哦！吃光了！下一个，这一个外面卖60块，我们吃票价。这怎么那么贵啊？这很贵啊！这很贵啊！你以为？六万。这要飞来飞去吧？这是飞来飞去的吧？剩三个。差一点点，没有，那太难了。来，
一、三、哎，哎，可以用来，哎，妈呀，哎，可以，加小招，加小招。又跟刚刚一样，又跟刚刚一样了。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再投？我们要再投，还是叫他拿？我们再投还是叫他拿？再投，再投，把他撞撞撞看。哎，你先来，快！啊！我没有按啊。那你先把他撞的吧。他是卡住，他是卡住了，他卡住了。我们刚刚他没有打开来，我们刚刚投一个十块，他都没有打，我们要抓他没有抓，所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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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醒了嘛，对不对？三。好，我们现在绕完外围之后呢，就要开始走中间。三。这要200多块吧？究竟这要怎么？这200多块。到底要怎么？或者是瞄准他？把他用倒，先把他用倒先。这样，我们要同心协力，把他用倒。抓脚脚的那个线，我要放弃。对啊，说明他可以。好，你来，你来。说明他可以进去那个洞。啊，那住！哎，可是我真的。你试一试。让我再试试。你要玩那个线哦。要抓那个线。你要抓那个线。好好中间的，然后靠它弹出来，要抓头。啊，完了，卡到我旁边。哇！他刚问我夹子，怎么？是不是还可以用的？我没有钱了，我没有钱。好，我们这次当风夹多少商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样差不多400块。400块。400块，夹到这么多，这桶就回来了吧？回回回回。总共150块还是打卡送的？一个人打卡3次，我们5个人。哦，好好玩哦，这边好好玩，而且环境也很方便，有停车位，很大，就平时有溜冷气。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你夹了10样商品，可以转一次转盘。要转转盘吗？奖项在这边，有一奖、二奖、三奖、四奖、五奖。好。我好想要三奖，但是月下三奖，一奖下，不，这是什么？抓子，好可爱，夹娃娃机，夹娃娃机的超可爱啊！如果想要我们去哪里玩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有夹娃娃机店希望我们去拍的话，这边可以联络我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先帮我们点赞，签个赞，我们去拍下一集。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